报场王，搜遍内城，未发现崇祯帝。见献帝者，赏万金，封伯爵。朝王万岁！帝者，朝王万岁！朝王万岁！一气足。陛下，紫禁城来了。羊年阳月，阳时克生，也就是所说的纯阳之人。这就是你要找的宝贝？好好玩啊！大爷，嫂子，要不咱俩玩的更刺激的好啊！我是奉玉皇大帝之命下凡到此，到此，到此。